14日，众多网友晒出偶遇金宇彬、赵寅成同行吃饭的照片，二人均戴帽子和口罩，包裹得严实又低调，但因身高和外形太受瞩目被认出。两人在饭店门口被热情的路人团团围住。据悉，金宇彬于前年5月确诊患鼻咽癌，并为抗癌暂停演艺事业。前年底，金宇彬曾透露已接受3次抗癌治疗及35次放射线治疗，健康状况稳定。自确诊鼻咽癌后，金宇彬退居幕后休养2年，多次与赵寅成一同出行，相伴艰难时光，期待宇彬欧巴的回归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